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5月8号的原视晚间新闻。花莲连日大雨造成台八线中横公路白沙桥路段出现了大塌方，原本中横预计5月10号要通车，现在可能要再延后。花莲县府为了开发南滨公园周边的土地，打算迁移南滨公园旁边的殡仪馆，而且计划要迁到吉安，但吉安乡民强烈反对。一年一度纽西兰全国街舞冠军赛，由毛利人组成的舞团脱颖而出，即将前往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舞团较劲。这年国教即将上路，高雄市议会今天也有市议员质询，市府根本没有做好沟通跟宣导，因为还有很多原住民族的师长学生不了解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因为连日豪雨，台八线中横公路181公里处的白沙桥山壁在昨天发生了新一波的大规模土石坍方，画面相当的惊险。就在这一瞬间，将近10万吨的土石瞬间倾泻而下，淹没了道路跟河床，影响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游客的进出，甚至有形成堰塞湖的危险。公路总局洛韶公路段目前正在积极的抢修当中，而原本中横预计5月10号要通车，现在可能要再延后。透过洛韶公路段现场管制人员所拍下的画面，可以清楚看见大批的落石7号白天从山壁倾泻而下，瞬间淹没了台八线181公里处的白沙桥路段，整个山谷雾蒙蒙的像是爆炸一样。等烟雾散去才发现，这新一波的落石坍方面积可是相当的大。自从礼拜天晚上下雨以来，这个落石坍方不断，一直到礼拜一以后，这落石是连续性的啦，就算有间歇性，大概也可以停个4-5分钟哦，这个频率啊，它落石就又下来。那目前的土方量堆积已经超过10万立方了。所幸在落石坍方以前，洛韶公路段5号已经通知山上的居民和饭店，大部分的游客都已经下山，而山下的陆客团目前都已经停止进入太鲁阁国家公园。九曲洞可能也走不过了，九曲洞完全不能过，那落石很多，就是个落，汽车都不能过去了。对对对对对，落石很多啊。金酒店我们礼拜天晚上跟他确认的时候，他只剩下5间的房客而已。那这个房客他们是后续要往大玉岭方向回头的，所以他们才会留在山上。那礼拜一早上正式封路的时候，上面是没有受困的那个游客。但这新一波的大坍方落下了将近10万吨的土石，无奈雨势不断，势必影响原本计划10号抢通的时间。10号目前几乎是没办法通车了，我们可能会在明天的下午就是下班前，我们可能会预先就发布我们概括的这个抢通时间，因为现在正在下雨这个天数没有办法掌控。而是否有堰塞湖的形成，洛韶公路段强调，探方处的地势较为宽阔，河道并未完全被土石淹没，而这些探方下来的土石，公路总局目前正和国家公园沟通，希望能够在现场找地方闲置，未来可制作较宽面积的道路路基，以节省运送土石出国家公园的时间，加速抢通日期。记者温家凯欢迎报道。好，您刚看到画面是在花莲，不过继续依然是来自花莲的消息。花莲县府为了希望有更多民间企业愿意开发花莲南滨公园周边的土地，就打算要把现在南滨公园旁边的一座花莲市立殡仪馆迁离现场，初步选定了吉安乡慈云山公墓附近，但是消息才传出，已经引起吉安乡民的不满。有乡民不愿意自己就住在殡仪馆旁边，就前往吉安乡代会抗议。花莲县府告诉吉安乡民，现在只是初步规划阶段，县府愿意继续跟乡民沟通。花莲吉安乡民手举白布条抗议，因为花莲县政府目前正投入庞大经费用于改善南北滨公园，但殡仪馆却迟迟未确定迁移地点，导致该地区整个六旗从化区及南北滨公园庞大土地没有人愿意来开发。民政处初步选定吉安乡慈云山公墓附近，消息传出可能会设在吉安乡慈云山公墓附近，让吉安乡民相当震惊，前往吉安乡代表会前抗议。抗议！抗议！抗议！我们坚决反对。花莲市的殡仪馆，花莲市解决，不能把花莲市不要的东西丢到吉安乡来。这个美好的环境里面呢，把这个殡葬园区呢，进入在我们的吉安乡的一个境内，这个是严重的对我们的周边的生活环境以及污染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慈云山公墓位于吉安乡西侧山边，临近庆丰村，当地的原住民族人对于殡仪馆将设在吉安乡也相当反对。那我不希望设在我们家旁边啊，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带动村民一起去抗议。殡仪馆每次出殡的时候经过都很早啊，现在又来这边，我觉得不好。那个小朋友那学校都在那里。对于居民的反弹，花莲县政府澄清，现在还在规划阶段。那目前的地方是我们是规划的一个方向了，那还要做沟通说明嘛。花莲北区五乡市殡葬一元化计划推动多年，迟迟没有进度。花莲市南北滨一带的海岸风景规划就无法完成。市立殡仪馆至今该迁往何处，却迟迟无法决定。殡仪馆迟迟不迁移，整个滨海地区都无法发展。为了解决迁移地点，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与乡民沟通及说明。记者嘎照花莲吉安采访报道。有吉安乡民无法理解，幅员辽阔的花莲为什么就是选定吉安要盖殡仪馆，而兰屿东青村的达悟族人也没有办法接受预办混凝土厂就盖在自己家旁边。兰屿公所其实也表示，一切都是为了乡内的建设，为了改善景观廊道跟路况，在工程施作期间必须要在东青段新建临时水泥预拌厂。但东青的居民也很不解，认为兰屿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盖预拌混凝土厂，例如居民认为核废料厂旁边就是一个好地点，但为什么偏偏挑中东青村，而且责怪乡公所为什么先开挖了才说要跟居民沟通，今天乡长跟居民沟通没有共识。台东兰屿将实施路面改善及景观廊道改善等多项工程，乡公所就在兰屿乡东青段地号七作为工地行临时预拌混凝土厂及废弃土堆置厂，而有了工地进行临时预拌混凝土厂，也能减轻当地居民新建房屋的经济负担。不过当地居民在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之下动工了，才知道家旁边要新建预拌厂，感觉不受到尊重。听闻乡民的抱怨，乡长前往东青村办公处召开说明会。这一块土地吼，就是拿来做辅导，就是预拌厂跟我们把土石流多的，集中在那个地方。有合法的经营者吼，他的单价从利润吼降下来以后，那两家一定会更近。虽然乡公所说明，不过居民表示说明会是在动工后才与居民讨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认为兰屿储存厂旁边也有空地可以使用，为什么要选在东青部落，必须要经过乡民或是部落居民的同意你才能够去执行这件事情，可是从头到尾他并没有跟我们召开这件事情。而且今天的会议是我们在三天前因为发现已经开始动工之后，我们去乡公所三十几个人去乡公所之后，他今天才来召开这个会议，所以他不是先召开会议之后再来动土的。这场说明会双方各持己见，没有达成共识，但居民无法忍受直接到东青段地号七除草整理象征性的宣示传统领域，并表示如果乡公所不顾民怨坚持要在东青部落新建预拌厂，不排除有大型的抗议活动。乡公所则表示还会择期再召开协调会议。记者小美来森台东兰屿采访报道。台湾的三座核电厂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用过的核燃料棒现在都是放在核电厂里面，而低放射性的核废料则是在没有经过兰屿人同意的前提之下就放在兰屿，而且一放已经超过30年。政府跟台电一再宣称要将在核电厂新建干式储存厂，强调国外也是这样的做法。今天就有立委跟核安专家提出，美国早在2010年就已经撤销美国干式厂的执照，呼吁政府不要再误导社会大众。政府宣称欧美国家处理用过的核燃料棒也是新建干式储存厂，不过立委和专家拿出照片强调欧洲国家都是放在室内，只有美国放在室外，而且2010年美国政府就已经把干式储存厂的执照废止。2008年到2010年的3月撤回来，所以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没有完全审查结束就撤回来，所以这个美国核能管制会的对于这个审查有没有意见我们都不知道了。
专家指出，美国1982年选定内华达州为最终处置场，却没有经过民众同意，最后因为程序问题废止执照，因此审查并没有完成。另外，政府以二次大战被投原子弹的广岛长崎为例，指称现在是观光景点，核污染已经很低。学者也提出反驳：根据的换算回去，真正炸掉的发生核分裂的那60公斤的铀里面啊，不到1公斤。那可是我们的核废料啊，3000多吨，立委指出，美国对干式储存厂的要求是安全度要达到100万年，而台湾气候潮湿，核电厂就在海边，有盐分的侵蚀，干式储存厂的安全非常令人质疑，呼吁政府不能再误导社会。记者黄如庄、志成、陈立峰台北报道。南非的国会最近通过了国家资讯保护法，但是这部法引起多个团体跟媒体工作者的不满。反对人士认为，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通过了这部国家资讯保护法，但实际上是政府要控制媒体的新闻采访权。目前这个法案已经获得国会通过，在正式生效实施之前，还必须获得南非总统 Zuma签署之后才能同意执行。对反对人士来说，现在就是争取阻挡这部法案实施的最后关键时刻，同时刚好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所以不少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向总统 Zuma 施压，希望他不要签署这样的法案，希望总统尊重新闻自由。在南非广播集团 SABC 大楼外，示威者一边跳舞一边唱歌。示威海报上面写着“反对保密法案”。Please sign up. We have already 100 signatures on there, and we hope we get another 100 or more. 发起这场示威的是一个名为“知的权利运动”的抗议团体。南非国会最近通过国家资讯保护法，目前只待总统 Jacob Zuma 签署认可，法案就会正式生效。反对团体认为，国家资讯保护法是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但实际上是要控制新闻采访权利。在法案生效前的最后关头，适逢5月3日为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于是不少示威者上街集结表达不满，同时争取阻挡恶法的实施。So we're here celebrating International Media Freedom Day, celebrating our public broadcasters.But protesting against the secrecy that we're seeing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suasive, that is disempowering the people, disempowering citizens, and is interfering with the public from holding their government accountable. 国家资讯保护法除了引起民间团体的不满之外，不少媒体工作者更公开表示反对。这里是位于约翰里斯堡的城市周报编辑室，在电脑前工作的这一位是《城市周报》的编辑 Ferio Hafaji， 也是南非全国第一位担任新闻编辑的有色人种女性。在过去种族隔离时代 ，Ferio Hafaji 就开始跑新闻。尽管经验丰富，但 Ferio Hafaji 指出，国家资讯保护法将会对新闻工作者构成威胁。South Africa is a country with a very vibrant civil society sector. Whistleblowers hav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blowing the whistle against malfeasance and corruption. I think this piece of law will have an enormously chilling impact on our ability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unfortunately, it is a huge scourge. I think a scourge so big that we hadn't expected it to be quite so large.面对反对声浪，有来自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党国会议员向媒体强调，国家资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是合乎宪法规定的。We at Parliament, we're satisfied. We've consulted attorneys. We've consulted advocates. We are satisfied that the bill complies with our constitution. So all the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have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and we're satisfied that the bill is in all respects complian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untry.国家资讯保护法在南非国内备受争议，同时更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It definitely chews the media environment. As you know, South Africa has a very vibrant press, and a very vibrant civil society. And in the past, what we've seen has been a gradual closure of this space and the ability of the media in South Africa to report on issues of corruption. And it started with government.Interdictions. It has started with government gag orders, and now it's progressed to this bill. 据报道，总统 Zuma 在正式表态之前，会先询问法界人士的意见。
南非媒体推测，面对群情汹涌，总统苏马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签署同意实施国家资讯保护法。记者邱德正编译。政府的每一个决策总是影响人民的生活，例如在台湾年金制度要如何改革，争议不断。立法院今天就召开军公教退休抚恤改革公听会，会议上军公教各界的代表针对全续部的改革方案要逐年调降18%，强烈的不满，炮声隆隆。有公务人员代表甚至批评全续部说，只要改革不要沟通，不止不采纳军公教的建议，还用错误的数据将军公教打成过街老鼠，说政府的改革是羞辱公务人员的尊严，在今天向出席的全续部抗议。全续部端出军公教退休抚恤及年金改革，早就引起军公教反弹。立法院8号举行公听会，军公教各界代表对着台下的全续部官员炮声隆隆。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率先发难，痛批全续部扭曲军公教，还羞辱他们的尊严。50岁退休，他满30年当科长领2500万，我在这里要悬赏。如果找到一个这样的科长，我悬赏2500万，太可恶了。扭曲事实。由于改革版本包括18%逐年调降，退伍军人协会也不满，军人退休年龄和公教无法相比，低阶军人又占大多数，10多万人月领18%，根本不到10000块，没有多领。30岁、40岁要我们退伍，退了伍我们有什么？18%，一个月5000块到10000块的有10万人，我们有什么多拿了？退休教师联盟则批评教育部要改革却不做沟通，也不解为何退休和抚恤非得合并修法，伤害教职权益。立委也不满，质疑全续部改革草案只字不提抚恤裁员从何而来，和政府该怎么提升基金绩效，却只会挥刀砍军公教，要求全续部必须尽速补正立法，否则9号将审查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休想过关。裁员从哪里来要讲得清清楚楚，否则的话我不会给你们审查，因为这种审查是浪费的。会虚心的检讨，虚心的这个接受，那么我们尊重立法院的这个决议。针对军公教炮火猛烈，全续部回应，考量到少子化和人口老化，基金收益效率差才会改革，加上目前军公教年金已收支不符，全续部改革才渐进式，而且未来新进人员不会再有潜藏负债的问题。记者蒋龙祥、陈立峰台北报道。好，持续带您来到立法院。许多原住民族居民因为早年自有住宅的土地被政府编列为农牧用地或林业用地，造成现在房屋老旧损坏了无法修缮。因为依照法律，农牧用地跟林业用地不能够新建房舍。立委郑天才在内政委员会质询内政部长李鸿源的时候，就点出了屏东优活度假村没有环评，也没有取得营业执照，最后却可以在95年被认定就地合法，认为这样的情形非常矛盾，也对地方民众很不公平。有很多很多了，都没有怎么样。没有实地的看了、就这样画了，山坡地、农牧用地、林业用地，很多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林业用地、农牧用地，明明就是世世代代住在那边，明明它就是一个部落，明明就是一个部落在那边，农牧用地、林业用地，部长，你这个你了解吗？我了解，非常清楚。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就地合法。郑天才5月7日台东县长滨乡的长光部落就主持一场协调会，当地部落集会所因为早年编定地目错误，土地又是国产署所有，造成建筑无法修缮的问题。所幸在国产署当场同意无偿让居民使用之后，只要由乡公所配合依照程序改变地目就可以解决。既然房子只是居住使用，郑天才于是要求内政部可以针对个案，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原住民居民可以修缮房屋。只要由乡公所配合依照正常程序改变地目就可以解决。既然房子只是居住使用，郑天才于是要求内政部可以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让原住民居民可以修缮房屋。事实上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违法营业，就是要住在那边。所以这个部分哈，这个过去怎么处理我不了解，我会交代营建署，我们跟原民会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来讨论，看是假如需要修法，
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我们会非常积极的跟原民会来配合做这件事情。郑英才建议，例如让居民透过电费缴费证明作为依据认定房屋居住的事实，让营建署可以允许民众来修缮房屋。但是内政部长李鸿源虽然认同居民可以修缮房屋的权利，还是应该透过修法比较妥当，接下来会再请营建署跟行政院原民会商讨合情也合法的方式来处理。记者葛瑞兰，立法院采访报道。继续带你来到都会区，这是位在新北市汐止区的中后市场的摊商抗议了。抗议的内容就是认为摊商必须分摊的公共电费太高，而且市场的排水沟又太浅。摊商甚至指控汐止区公所还硬性规定摊商必须在礼拜一的时候都不可以营业。经济弱势的阿美族人说，这生意实在太难做了。向新北市议员陈情，今天区公所表示会改善现况。位于新北市汐止区的中后零售市场，是明亮宽敞并且耗费庞大所建立的公有市场，使用到现在还不到六年，就已经出现生意萧条的情形。摊商抱怨硬性规定星期一不能够营业的规定，让本来生意就不好的摊商们更困扰。加上固定摊位的承租率只有八成，却要分摊个供电费，却包含另外两成的空摊位。排水沟太浅太窄，也导致污水排放并不顺畅。水沟啦，水沟太浅了，然后供电呢，要施工说要帮我们出，不同意啦。然后我人家要进货，礼拜一进货扫地，也没办法让我们进来扫地，这样子而已啊。市议员一将保路尔接获陈情之后，便协同汐止区区长前往视察，并与摊商开协调会。有不少商家希望星期一可以弹性开放自由营业，或者用来清洁环境，但是也有星期一想要维持不营业的业者担心，物品失窃的话由谁来负责？由于市场二楼是开放性的空间，常有不明人士驻足，摊商也担心治安的问题。市议员就要求区公所要着手进行整治。那为什么反而是越先进的这个公有市场，我们花这么多钱，到底营运出什么问题？这个，私底下那个，会后区长，你把这个你们出租的状况让我了解一下哈。那包括他们缴租金的啊，分摊款，还有电费啦什么的哈，你们整个管理，还有水沟啦，包括等一下最后我来再看这个，包括这个。整个营运的状况到底还有什么需要想强化？这个可能区长要多担待一点了。对，针对原住民族朋友，在这个感恩跟感激的情之下呢，我也想跟我们同仁讨论说，有没有机会能够利用网络啦或者团购的方式，能够帮帮我们所有原住民族在我们汐止区有开摊位的这些原住民族朋友，能够帮什么方法来帮他忙？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会在这个会议里面去跟他们去做个沟通。汐止区区长说，修饰的时间需要再跟摊商协调，硬体的问题可以率先解决，也会对外加强市场的宣传，让摊位可以住满，公平的分摊供电费。至于治安的问题，在查明确认之后，会请辖区警方多巡逻。另外，区长也表示，未来会规划原住民特色摊商的资讯上网行销，让公有市场的经济可以逐渐活络。记者葛瑞兰阿鲁，新北市汐止蔡活动。另外，十二年国教明年就要上路，教育部长蒋伟宁一再的强调免试入学不抽签，不过家长团体认为按照现行的规划，明星高中释出的名额不够多，又必须和特色招生切割，根本做不到免抽签，所以设计了一套方案给外界参考。而这个方案重要的精神就是，不论免试或是特招，都以会考成绩来分发，各校的招生名额优先提供给免试的学生，其他的再去做特色招生。十二年国教实施后，免试入学如何做到不抽签，在台师大新测中心试模拟结果出来前没有答案，加上特色招生考试一遍再遍，家长质疑如何让人放心。为什么要抽签？那可不可以怎么样让一次考试就好了？因为为什么会大家的反弹声很大，又要会考，又要特招，那小朋友准备的东西一下要准备会考，一下要准备特招的东西，你说要减少他的压力啊？这是怎么可能嘛？台北市的家长团体和全家盟干脆设计解决方案，简单的说就是免试和特招都以会考成绩分发，而各校招生名额优先提供给登记免试学生，然后其他名额使用在特招。假设我今天建中招生一千个，我第满分的人有750个到我建中来，我应该都收，
但是如果我一千个，对不对？我那个作文五积分的还有一千个，那不好意思，我已经收了750个，我建中容纳只有一千个，我剩250个，你一千个再来，我就通通不收，我就通通不收，要么通通收，只要我招生额度内，我通通收。招生额度超过我学校容纳量的，我就通通不收，一刀切，不用抽签。教育部想破头解决抽签，就连部长蒋伟宁都堵上乌纱帽，面对国教衍生的问题，家长们希望这个简单方案被接纳，降低学生压力，让大家放心。记者沈志明台北报道。今天在高雄市议会，也有市议员持续的追踪，明年12年国教上路之后，原住民族学生恐怕无法在升学考试当中加分。在市议会的时候，议员表示，如此大的冲击，发现政府似乎没有充分的宣导，很多原住民族师生家长到现在根本不了解12年国教可能对原住民族带来的影响。高雄市议员伊斯坦大贝亚夫政府日前在议会质询教育部，表示即将实施的12年国教在原乡地区有许多家长并不了解政策内容与升学办法。我相信啊，很多弱势的家庭根本也没有听过什么叫做12年国教。至于认证在12年国教政策内容是否可以为升学加分，担任主语老师以及身兼家长的王富英表示，不管加不加分，升学和学主语都还是要自己努力。也许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啦，只是说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努力。市议员同时也提出，偏乡地区代课老师比例偏高，忧心教学品质。大学毕业的或者是受过教育学分的啊，因为代课一年，那么他是不是会很投入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啊从事啊教育任务的工作，我们都会很怀疑。我刚刚其实有提到教育部的课税减课没有好的配套，所以使得代课呢全国性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尤其是偏乡的地区。我们现在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正式的老师拜托他们，那么多抄几节课，我们给你终点费，那这样就可以少骗代课。教育局长表示，教育部一直以来都非常积极正视偏乡代课问题，只要偏乡学校有缺教师，就会优先补助正式老师进入学校。另外，大学公费生毕业后也会优先分发至偏乡地区，至少留任4年来解决偏乡教育的问题。记者母定高雄市议会采访报道。纽西兰的毛利族的族语也一度严重的流失，毛利人听说读写毛利语的能力也一度大幅的衰退。纽西兰北岛的一个 Daulanga Moana 这个地区的方言别又流失的特别快，几乎已经快要无法辨识。当地毛利族的老人家就自发性的推出一项毛利语演说特训计划，而就跟台湾的原住民族一样，通常毛利人在集会或是聚会所进行社交活动的时候，都会有意见领袖、主持人或是演说者公开说明很多活动的细节。对毛利族来说，面对群众发表演说是一门严肃的课题，必须要传承。所以现在老人家培训年轻一代的毛利语公开演说者，希望可以成为毛利族人迫切必须面对的问题可以解决。这里是 Tauranga Moana，距离纽西兰第一大城奥克兰大约200公里，相当于从花莲市到台东县太马里乡的距离。这里除了风景优美之外，近年更成为了保留毛利族文化传统的重镇。在过去3年以来，这地区的各个部落积极推动毛利族语教学，除了着重让更多人能够以毛利族语沟通之外，这里的族语保存工作还有一项发展重点，就是培养可以在集会的时候公开以毛利族语演说的人才。尽管在这里以纯毛利族语交谈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再加上这地区所使用的毛利语方言又和纽西兰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所以会说流利族语的人在这里已经越来越少。过后，龙湾的托塔头了，龙湾的应该托比托卡托的莫子，
尽管有着不少困难，但对于当地的族语保存工作，有毛利语老师表示乐观。除了让年轻人学习毛利语之外，在地区的部落所要培养的是一批可以在部落集会的时候可以用毛利族语公开演讲的接班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个部落更安排一些已经会说流利毛利族语的成员参与这种定期聚会。这种聚会实际上就是一种演讲特训班。能够教导演说的人并不多，不过投入这项计划的演说家指出，三年下来，这种演说精英特训班已经获得一定成果。在练习演说时，演讲者会慎重其事地站立发言，而其他成员也会端正地坐着聆听。参与聚会的成员除了努力提升语言能力之外，还必须学习演说礼仪。这地区一共有23个聚会所，但是受到当地部落耆老认可的演说家目前只有3位。记者邱德正编译。来到阿美族地区花莲丰滨晋埔部落，在今天提前庆祝母亲节了。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原视晚间新闻。台东金峰乡嘉兰国校今天提前度过母亲节，而就跟很多部落一样，嘉兰村也出现了很普遍的隔代教养的情况。今天是上班日，学校办母亲节的活动，就看到很多阿公阿妈带着代替孩子的妈妈出席活动。小朋友亲吻母亲的脸颊，来个拥抱，甚至到了八号今天才打开画画给阿妈看。一连串的互动是嘉兰国小这次母亲节活动特别温馨的情景。身兼母职的阿妈看到小朋友的表现，非常感动。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不给我看哦，今天才给我看的。感动的是，因为他妈妈没有在这里，然后我们做阿妈的事很心疼啊。你们做早餐给他们吃吗？你们怎么做什么东西？蛋或馒头。这个人还是叫你煎蛋的，这是什么？啊？陈玉是排湾族和阿美族所生的孩子，父母亲常年在西部工作，但懂得如何帮忙做家事。嘉兰国小隔代教养的家庭多，大人小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少，相对的，对于学校举办母亲节活动更显得格外有意义。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增进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感情的联络，那也增进学校跟家长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嘉兰国小全校师生不到百位，三年前曾遭遇过莫拉克台风侵袭，所有重建工作如今已逐渐完成。学校在午夜初也刚庆祝建校80周年，母亲节的到来，举办母亲节表扬以及亲子活动，嘉兰国小再度恢复昔日热闹气氛。记者卡特不愿呼噜台东金峰采访报道。花莲丰滨乡的晋埔部落也在今天提前庆祝母亲节。老人关怀站的长者演出舞蹈揭开活动的序幕。花莲晋埔部落举行一年一度庆祝母亲节活动，特别颁发礼品给每一位老人以表敬意，也安排妇女在各年龄阶级演出歌唱舞蹈及游戏。有许多在外工作的子女也特别回来陪伴妈妈及阿妈们。阿妈祝你母亲节快乐，长命百岁，然后一直祝神祝福你。我妈姐啥个说了，我大哥他们搞过黑给，不搞大哥不搞过多年的阿皮。妈妈姐啥个过，嘛都阿是都搞过，啥个过嘛阿唱搞过，冇啦搞过。花莲县政府为了让当地居民认识政府各项社会福利政策及有关健康的宣导，也在现场设置市集，让民众询问，并提供剪发、按摩等服务。然后不要买地摊啊，夜宵。我们有福利市集的宣导，里面有那个长照照顾啦，还有那个弱势家庭的申请啦，还有福利的申请啦，还有我们的长期照护，还有我们这社府在推的友善夫妻的服务、免费乘车的服务，都在的宣导。这几天东部阴雨不断，晋埔部落的母亲节活动也在阴雨中进行。不过妈妈们及全部落居民不畏雨势，欢欣地度过母亲佳节。记者法务花莲丰滨采访报道。来到都会区，在新北市也有阿美族的妈妈参加新北市府在七大区举办的长者健康活力秀。阿公阿妈们在舞台上跟着音乐节奏跳舞，展现活力。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为了落实在地健康老化的概念，维持长者身体健康及机能，从5月5日开始，在新北市七大区域举办了7场的长者健康活力秀，总共有超过8400位的长者参与。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能够阿公阿嬷能够来参与，然后能够得到我们健康的筛检讯息，然后也能够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能够活跃老化。阿公阿嬷准备了很多活力的舞蹈，有非洲舞，有爵士舞，也有原住民的舞曲等等。
而八日在三重小巨蛋，有来自三重、芦洲、新庄、泰山、林口、五股的28支队伍表演丰富，包含了歌唱、民俗、技艺以及爵士排舞、热情非洲鼓，还有快乐原住民舞马等等，让阿公阿妈们从活动中拥有健康身体，身体比较柔软啊，会喘好。嗯，对啊。所以你每天都会去跳舞？每天都没有休息的。哎，对啊，早上5:30就开始。对。活动现场卫生局也特别安排了卫生健康资讯摊位以及免费的健康筛检、传染病预防等宣导，期望为长者的健康把关。记者怎么办？新北市三重采访报道。而台湾国际田径锦标赛即将在5月27号到28号在台北田径场登场。今年的中华明星队20位选手当中，有6位就是原住民籍的选手。2013台湾国际田径锦标赛5月27、28日将在台北田径场登场。今年为了带给国内田径选手们优质赛事，并提升国内的选手表现，特别邀请了2届奥运男子400公尺跨栏金牌得主泰勒，以及日本、南韩、越南、泰国等多位田径好手来台出赛，共有14国236位选手将相互较劲。这次我们邀请的是4个国家啊，236位选手参赛。希望给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国内田径的爱好者啊，有一场比较优质的赛事。宣传活动现场也请来了男子400公尺跨栏好手阿美族的陈杰来分享近期的培训状况。陈杰生涯中最好的成绩跑出了49秒68，这次期许自己在各国好手竞争之下能够再创好成绩。希望能跟那些国际就是请来的这些好手能够较劲，然后希望能借由此次的比赛能创造出个人最好的佳绩。这次代表台湾中华明星队20位选手中，有6位是原住民籍。男子选手中有阿美族的罗延耀，主要参赛200公尺田径；阿美族陈杰参赛400公尺跨栏；阿美族的林宏敏参赛跳远。另外女子选手有阿美族徐永杰参赛100公尺田径；阿美族罗佩玲参赛400公尺跨栏；阿美族的谢金如参赛100公尺跨栏。选手们将努力在场上拿出好成绩。记者郑宝扎台北市采访报道。全国布农族社暨今天上午在南投信义乡罗纳国小盛大开幕，来自全国8个布农族乡镇区超过5000人参与盛会，这是很难得，有超过5000名布农族人在同一个现场出现的场面。将布农族社耳祭和传统技艺比赛合在一起举办的全国布农族文化盛事，开幕点圣火的方式就让人感到激赏。今年新乡罗纳村举办全国布农族社耳祭，布农族最具特色八部合音，今年则是大阵仗的有100位族人共同演唱，还有600位新乡妇女联合表演的大会舞，也让这次的盛事在一开幕就呈现许多令人惊叹的壮观画面。全国4个县的布农族乡镇都聚会在罗纳村来。参与的人数大概有5000多个人。为期3天的活动，首先展开的是布农族传统技艺表演，由各地布农族人分别进行表演。社耳祭是布农族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艺，但随着时代演变，加上布农族分散各地，技艺方式多少都会有些差异。年轻一辈的族人已经有很多不是很清楚技艺的文化和意义。这是办什么？布农族人都会。为什么要办这个？忘记了，知道办这个意义在哪边？知道吗？不知道。我觉得说常常这样去办哈，让我们的年轻人了解我们长辈以前的传统的那个记忆。这场集合全国布农族人的传统文化盛会，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像是布农族的传统射箭项目，许多外地游客在实际体验过后才知道，平日若是没有练习，要射得好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不容易，要瞄得很准，姿势要正确，即使瞄不准，姿势要100分，问题是又很难抓。
真的是要有一番功夫啦。传统的文化技艺表演以后，接下来还有各项布农族传统的技艺比赛。新义乡公所希望借由这次为期三天的全国布农族社儿祭活动当中，带给所有布农族人对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思考方向，也让全国民众进一步来认识布农族文化。记者 NO 南投新义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纽西兰全国街舞冠军赛，一共吸引200个舞团、1000多名舞者参加。在最后决赛的当天晚间，毛利族人组成的舞团表现出色，获得了冠军，即将代表纽西兰到美国参加世界街舞冠军争霸赛。这是一年一度的纽西兰全国街舞冠军赛决赛现场。这场比赛是全大洋洲嘻哈文化最重要的盛事之一。这画面中可以看到，进入最后决赛的团体当中有不少是由毛利族舞者组成。有团体强调在舞台上展现团员的默契和整体效果，也有团体着重凸显个别舞者的肢体表现。这些毛利族舞者前往全国第一大城奥克兰一较高下，除了希望能够在纽西兰国内扬威，同时更志在争取走出国际舞林。这场比赛的得奖团体将会代表纽西兰前往美国 Las Vegas 参加于当地举行的世界嘻哈冠军争霸赛，因此参赛的舞者全都为了这场比赛使尽全力。Rolled my ankle over training last night, and I still want to dance, and I'm sure it'll be fine for 2 minutes. I'm sure it'll be fine. Just push through. Oh, she's amazing. I think she's personally beyond her years. And as soon as I saw her dance, I just knew that she was going to be a star. 跟 Year Pierce 所属舞团的这一段 waving 让评审们印象深刻，因此顺利获得前往 Las Vegas 的参赛资格。受到评审肯定的还有这一个同样由毛利族舞者组成的团体。And the interest is huge. 就是这一段 strobing 让这个舞团得以在今年8月代表纽西兰争夺世界冠军。2013年的纽西兰全国街舞冠军赛，一共吸引200个舞团、1000名舞者参加。纽西兰的毛利族舞者目前正积极准备迎接即将举行的世界街舞冠军争霸赛，接受来自其他42个国家地区的舞团挑战。记者邱德珍编译。南投仁爱乡的农会预计在6月8号举办台湾高山茶王的竞赛。喝茶风气盛行，尤其是以清香特色的高山茶最受消费者青睐。南投仁爱乡先天条件就好，早在30年前就有族人陆续投入种植茶叶的行列。截至目前为止，乡内种植茶叶的面积已达1300余公顷，现在成为仁爱乡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作物之一。现在农会希望可以加强宣传行销，让民众广为周知。啊，我想说我们在农会这边的行销，他也是看准这一点，就是有这一点来开始把我们仁爱乡的茶叶完全的推销出去了。仁爱乡茶区海拔高度约在1200至2300公尺上下，分为5个区种植不同的茶种。而仁爱乡农会在历经改选之后，新任的团队想要带领乡内农业走出自己的品牌跟特色，因此策划办理这次第一届的高山茶评鉴竞赛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借由积极的作为来创造乡内农民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我们这次办茶叶高山茶王的比赛，乃是要证明我们仁爱乡的茶，也让我们仁爱乡茶农得到应有的利益。竞赛主要是希望强化仁爱乡茶叶特色的辨识度，提升知名度，使乡内高山茶叶更具竞争力，希望在建立消费者对仁爱乡高山茶认同跟辨识度。记者 NO 南投埔里采访报道。大雨一直下，台湾东部的路况不断的出现警讯，而明天天气如何？上海气象，时间交给老外。
是的 ，Glass， 观众朋友，来和大家晚安。今天呢，在东半部的降雨跟昨天相比，又减缓了许多。不过呢，在温度上，全台依旧是高温闷热的，而且紫外线很强。像是在我们屏东的三地门，今天的高温呢有达到 30.9 度。至于明天的天气呢，我们就从第一张卫星云图一起来看。从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呢，今天受到锋面云雨带前缘的影响，全台各地的云量是稍微多了一点。不过因为强度不强的关系呢，白天的时候在西半部并没有明显的雨势，倒是在东半部地区一天下来呢都有短暂阵雨的发生。不过现在呢要提醒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因为对流云系已经移入的关系呢，出现了明显的雨势，再加上呢伴有雷雨的发生，所以呢现在的雨势是非常明显的，民众出门呢要多加注意。而明天呢也将会是同样的天气形态。而温度上呢，因为目前的风向呢是吹偏东南向的风，所以呢白天的时候各地的温度都是高温闷热的，民众要多加注意。至于更详细的天气预测，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继续来关心近海的风浪变化，因为目前的风向呢是吹偏东南向的风，所以近海的风浪都不会太大，最高的浪高不超过 1.5 公尺。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海上作业船只要注意安全，因为最近容易有雷雨的发生，在雷雨区作业呢会有较大雨势以及短暂的强阵风。接着来看为您整理的渔业气象。
明天在宜兰、花莲、台东会有间歇性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呢，在西半部特别要注意午后雷雨的发生，特别要提醒我们山区的民众，雨势会比平地地区明显。而在温度上，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全台都会是高温闷热的，温度会超过30度。在户外活动的民众呢，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顾老师。好的，非常谢谢老外在今天来到山海气象，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今天的收看。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袁氏，或是您对刚刚看到新闻内容有任何建议，都欢迎拨打袁氏的客服专线0800211000。我是阿美族的 Glass， 祝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再会。有了客服班之后，慢慢的教他们进步的很慢，但是有进步，然后现在他们都很乖，我们部落的人也都很高兴这样。